好了，欢迎欢迎来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将周鸿祎和小将邱雨然的对局。那个小周的话，应该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种子选手了啊。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啊，绝对不是这个轻易能过关的角色啊。是的。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女子世界冠军，而且还拿过新人王，当时是这个男女混打的这个情况下拿的冠军。对，所以说周鸿祎也是对各队新秀赛应该也很熟悉了，对对对。也是靠这个各种新秀脱颖而出啊，一战成名的选手是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新人王，这个周鸿祎是输给了这个王星浩。所以王星浩拿的冠军，那么这次的这个新秀赛呢，这个邱雨然我看他是在今年新人王当中是打入了半决赛的。啊，那就证明这位小朋友非常的有实力是的，是的。啊，已经是这个冉冉升起了啊。虽然说我们不是很熟悉啊，由于年纪太 小我了，们这暴露年龄了，还有像我这种都已经是很多年都不下竞技比赛了球了，特别是现在中国这些新秀们，一年几十个，一年几十个，对吧？他如果没有拿，说白了没有拿什么全国冠军、世界大赛的好成绩，你很难认识他啊。对，因为太多了，不太熟悉不了，太熟悉了。对，但是刚才我已经说，这位邱雨然已经是在之前的新人王的一个对，比赛中出到四强啊。但新人王好像冠军依然是王星浩啊。是的，是的，王星浩同学可能要不赶紧拿个冠军吧啊。你说的是世界冠军还是？好像拿一个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一样难，不是那但是，你不是我的意思，说你只要拿一个全国冠军或者世界决赛，不管你的年龄，就会禁止你参加各类新秀赛哦，这样子，他就会被屏蔽掉哦，那也是应该的，大魔王就参加不了了啊。所以说我还是预祝他赶紧去拿个冠军吧啊，对吧？就是在这个赛场上舞台上，说实话，包括小周小周已经拿过了，就是像周鸿祎、没宣事浩这了，样的其实成名的棋手，像很多棋友们都很熟悉的棋手，在这个赛场上你们太强大了啊，对吧？赶紧拿个冠军毕业吧啊，对吧？那个就你们去成人的世界啊，不要来新秀这里啊，开个玩笑啊。确实，对这些小朋友来说，这些棋手压力这个实力太强了是的，不过也是很好的一次学习的机会哈。不是，他内心还是想，你们还是走吧啊，对吧？我们回头再学习啊，因为输棋很痛苦嘛。对啊，我也想尝一尝新秀赛冠军的滋味啊，或者新人王冠军的滋味，对吧？开个玩笑，我们来看看这盘棋，这盘棋拆先之后。是周鸿祎的黑黑棋棋，啊，邱雨然的白棋。我看这盘也是二尖跳的，那就证明最近二尖跳好像又活跃起来活跃起来了，了啊。有好像有一段时间下的，之前段时间我觉得下的少了一点的，对吧？好像是见的，的少了一点的。那看到这个比赛这么大面积的使用，那就是说最近可能又被大家认可了，但这个下法本身点是没脚，有问题的，点角嘛就不介绍了，是的，对吧？就在这个时代再介绍点三三，我觉得，是不是就有点过时了？对，不是，就是我们说实话，就是感觉那个我们也太不把我们棋友们放在眼里了，对吧？棋友们经常随便看看棋，点三三谁也不会的，对吧？这个我们不用介绍了，谁还不会点三三呢？对吧？这而且关键每天都见，对，基本上每盘棋都会有，就点三三，就是只要看一线我就觉得这个是基本上躲不掉，只要你会出现星位，它基本上会不管黑白就会出现一个点三三。对，刚才那盘也点了嘛，只是白的选的是半连班，不是这个飞没嘛，错，对吧？但点三三还是有的嘛，还是点的嘛，就说这个棋实在是太，对吧？就这个招法实在没什么可解读的。然后。挂角，这里就是黑的走一个模样啊，走模样，白棋这时候选择比较多啊，就是如果比较自信的话呢，会小飞，任黑棋发展啊，然后先到后棋，当然你也可以做夹击和脱先啊，就是看你的棋风啊。如果是棋友们，我更建议小飞，因为小飞首先没有错，
黑棋应该不会脱角，这时候大概率会去挂角或者是连片什么的，嗯，对吧？如果脱角的话，上面这个定式其实黑的不是特别的发挥啊，就是黑的会显得很普通。而且他脱角的话，白棋也不怕，反正就是走又走一个大家都会的定式呗，嗯，大家都那个视觉疲劳定式呗啊，所以小黑肯定是没错的，是，这是首推的一步棋，嗯，当然了。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也正常，因为毕竟你的对面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啊。嗯。有时候你下一些太频繁的棋，说白了有也有可能会觉得底气不足。嗯，就觉得这个，比如说这个布局，黑棋肯定是研究过。那小飞嘛，他一定是会的。对。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红玉接下来会怎么布局啊。嗯。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连环拳。嗯。对吧，他不可能挂着你小飞的预案都没有的，这绝对不可能。所以说不飞的话也是对的。我们来看看白棋怎么选。实战白棋是选择了手脚。他手脚完了这边就是未来要想打起来，他是一个联动的，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他其实下一步他应该就会去打。嗯。打完之后呢，他就会马上很快他就会去贴。啊，他就是其实是一个整个扩张上方模样的一个组合拳。嗯。因为这个地方呢黑棋不太会去长。这个长河。因为他长的话黑的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白棋的这个分头。不管他分在哪个位置。嗯。分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块棋的就是效率会这个外势效率会比较低。嗯。所以说呢黑的大概率会去先做这个连片再去长。啊。或者直接就先拖先不动了。嗯。所以说这个打起来是很有可能白的能下到的。嗯。然后白的打起来之后呢，青木就会看到黑的如果被白的打起来，黑的就暂时更不可能去飞了。嗯。所以说这步手脚呢就会非常明确，它就是一个扩张整个扩张上面的一个下法。嗯。就是他希望未来啊对上方寄予厚望。这个模样黑的应该也不会太会去管他，嗯，就是大概率黑的现在双飞燕会点他，对他选择了点角，对，嗯，然后以后你打起来之后他就放你了，放任自流了，嗯，哎，马老师，这个点角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点成这样，然后当黑棋搬站的时候，白棋都会选择脱先，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白棋选择继续下的话，比如说爬在这儿，黑棋是他比较担心他长。哦，那我再加过来。对，就是然后拐下去，然后这时候好像是可能会被飞。哦，就不跳了。跳的话会被罩住。嗯。就是他由他看情况，他如果是跳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弃子，你飞他就弃了。哦。如果他想战斗，他会跳就会弃了。嗯。如果他想战斗，他会飞。这时候你要硬飞，他可能就。就跑出来了。应该是搭肩吧。哦，就是不会轻易放过你，就是靠完班就出来了。对，他不会轻易放过你，当然也有可能先二路拖一下，延延气。嗯，这个时候白棋可能不一定敢飞，可能只能尖。哦，那么可能尖的话呢，这时候黑的大概率脱先。哦，就是这个棋最大的问题是黑棋白棋有点损控。嗯，而且第二个呢，这三个子会就是。留下一个隐患，因为这个扳好像也很厉害，嗯，还是可以出去。对，就是这个坚持不一定有用。嗯，就是实在不行了，他跳一下之后呢，白棋其实这个局部的效率也一般，就白棋的心理负担比较大。嗯，就是黑棋就算不动手呢，白棋也就是个两分。嗯，万一被白黑的动手的时候呢，白棋有危险。嗯，所以说很多高手这时候他会先不动，就是不是说这个爬不行。他因为他不动的话呢，他会就是比较稳一点，因为你断他不怕，你反正这里就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嘛，就这样了。嗯，以后他伺机而动，他伺机看能不能爬，不能爬他就先去走别的嘛，反正等到爬了时机成熟的，你刚才这个管这些招战斗的这个招法基本上不存在之后他再爬。嗯，他给自己留点空间，所以他有时候会先不下啊。直接下是可以的，就是刚才问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下，因为我很少见有人直接在这儿。他直接下稍微会感觉自己有点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感觉。嗯，就是说，而且呢，确实局部留下了一个相当于一个小的定时炸弹。嗯，对方会去对别的地方先走嘛，你也不能补不了了，你也不可能再去化解补，暂时，然后以后万一被别人用上之后呢，你有风险，用不上呢也就是两分。嗯，就是很多高手他不愿意被对方这样子牵着鼻子走。嗯。他就先不下了，因为本身局部不下黑棋也没什么好的手段嘛。嗯，
所以说更多的高手会先观望一下，然后以后伺机而动，因为他不下他还有实在不行他可以往天上走嘛。嗯，是的，或者甚至实在不行就拐下来了，嗯，就是他选择比较多，或飞也可能嗯，这里的黑白棋选择会更多一些，比如飞完拆过来，嗯，或者搭个肩膀你断他就算了，嗯，对吧，以后就重新处理了，就总而言之呢他没有那么僵，爬的话呢就等于是马上就战斗了，双方就只能那样了，嗯，就是白棋也没什么太多的回旋余地，嗯，而且呢他刚才守完角之后呢我预测他应该会打起来，嗯，这个白棋是先分了个头这里吗，嗯，这样然后黑棋加，这里好奇怪啊！对，一般分中间的比较多，一般分中间会多一些，嗯，就是分在这个位置比较少见，因为它虽然拆过来之后，这里给球们解释啊，虽然拆过来之后这个角上有空靠，嗯，但是其实你并不好发力，为什么呢？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白黑的攻击你，嗯，这时候呢你去碰靠，你没有空，你碰靠有自残的嫌疑，对，有卖队友的嫌疑，因为你碰靠完这个角你得搬粘。嗯，问题是你搬粘对吧，大家都看得到，那这两个队友不是就被卖了吗，对对吧，就活一块死一块，脚是有棋的，但是你其实你不好动，没有机会动了，那你比如说你要这块棋比较安定，那比较安定的时候说实话你就真正有个子的时候人家还跟你聊什么，哦，就先给你顶掉对吧，那个我还要什么啥面子嘛，要啥自行车，肯定直接就给你撞了，至少撞一下之后不让你直接靠了，我撞一下也行，至少你掏的就没有那么凶了，嗯，对吧，反正你都这样了，索性我甚至就这样了对吧，根本就不可惜啊。嗯，所以说这个时候白的未来的这个局部不是很好掌握，你不后呢你不敢乱拖，嗯，你后的时候呢人家不会给你机会拖，嗯，这个未来虽然这个局部全浑身都是破绽，这个右下角黑棋，但是你不太好去就是做动作，嗯，而且甚至有时候你没有不一定有机会有时间再去拖这个角，毕竟别的地方也很重要嘛，所以说大部分会加猜在这里的会多一些，甚至往这边分的会多一些，很多高手其实会往这边分，嗯，你闭关就要站出来他直接打断，对，啊，就他其实反而有可能偏到上边，嗯，右上的概率会大一点，因为这个其实真的不常见，就嗯，就白黑棋这个三拆四还是首先他你分到这他不可能拆二了嘛，他肯定是拆四了，黑棋距离还是比较舒服的，啊，然后你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暂时是这个角是安全的，我们看下一步黑的走哪了，黑棋跳，他就在防爬了，嗯，然后白棋打起来，白打起来，打起来之后黑的下步棋就搞不清楚来是不是会这里攻击他，啊，肯定是我可以肯定是不会去飞啊，这个棋，嗯，感觉会点过来，对，会给这个快棋施加压力，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嗯，非常不推荐大家用这个分头猜二的原因，嗯，因为黑棋给你施加压力之后你这时候非常的尴尬，你就尬在这了，嗯，已经，对，是不是对于黑棋来说黑棋选择这个点就是靠过来然后把这个脚补强就行了，这边反正是漏的，他很明确就是你爬他估计就是长，哦，长，嗯，他长因为你拐他在压嘛，哦，那嗯，他因为你这下不能顶的，你顶是很损的，嗯，你顶我就退嘛，等于脚就全走好了，对吧，我藏在这里之后你这里有一个冲你已经来不及去做动作技术动作了，而且马上我要盖你，嗯，你做技术动作这三个有危险，那你不爬的话呢你这个地方说白了你技术如果提前动那就是转换嘛，就是他不是会特别怕你脱脚肯定不行，因为这两个不能死，嗯，就是反正我觉得不特别不是我反正我个人特别不是特别喜欢下这个分头的菜啊，虽然以前好像从棋理上说这脚上有棋，但其实你动不了啊，嗯，关键这盘棋你回不来，你不可能，如果你跳就可能了，但你不可能这时候去跳的球，嗯，这个太缓了，大家看就算我不去顶我长对吧，你因为你再去走这个角球门会看，因为刚这个角不是说我给大家这里再分析一下，就说比如说你这时候再拖，嗯，对，我可以走这个的嘛，对，我实在不行我可以拐的嘛，是我拐完之后不就等于一个点三三定式，我拐嘛，拐完之后我拆个边好了嘛，就说我这个地方它不是说黑的一定要往下搬的嘛，嗯，那这时候你这个跳不也很尴尬吗，非常的落空，所以说就没有那个好的环境情况，嗯，薄的时候你不敢乱掏，厚的时候呢实在不行人家就放了对吧，如果人家能拿先手还能先顶你不让你拖，
然后你不走呢，人家会点过来或者飞过来，没有，然后你就没有机会拖了。嗯，你就得被迫使出一些腾挪的手法。是，所以说这个锅呢应该是分头背。分头背这个锅啊，分头背锅这个形状不好。嗯，然后呢白棋是拖了，这个时候他来拖。嗯，这时候白的黑的不会轻易让你过关的。嗯，白棋断，黑棋打，最大的问题是不转，就是这两个子会、甚至会被吞掉。这个地方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型，其实这个我觉得真正下出来还比较少，这个棋形就马上就要被罩死了。嗯，光这个局部也是，其实这个我感觉下的人不太感觉亏了，找不到那个时机。这个又说实话看到这里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是为又也是为初段嘛。嗯，也就肯定很明显入段年龄，入段的时间肯定不长。嗯，刚才那位也是为初段，其实这些初段们小朋友们真的我觉得布局上也得多下点功夫。嗯，就是明显跟这些一流的这些棋手比，整个布局的方向逻辑还有整个的这个运营，我觉得西洋盘棋其实差距都明显有了。嗯，你看你从这飞出来这里其实这个边也不大，而且这两个如果被压死的话会挨的应该不赚感觉。嗯，那潘老师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这些新布局研究还是比较大，因为至少这些在这个 AI 的这个掌控之中，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死背硬记，死记硬背，就是它更多的是局部一个满分，就是能够通过 AI 的这个学习思考之后记忆之后呢，因为小朋友们记忆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用功也是程度没有问题，但是一些后续的理解，就是一些棋形为什么，其实包括这个分头的猜二，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冠军的棋谱中很少见到世界冠军分这个头猜这个二？嗯，对吧？大部分中央甚至都是必在变的。嗯，它一定是有逻辑的，就它背后的这个逻辑跟道理，我觉得小朋友们其实钻研的还不够。哦，就经常会是什么呢？有可能看了，哎呀，老师这个我 AI 行推荐这部也没点。问题是他后面他不好掌握呀。嗯，没有吃透彻，没有真正理解到。对，如果你招招都 AI， 说实话，那人家就要检查你了。对，对吧？开个玩笑，对吧？人家就要叫上设备了。嗯，正常你就不可能有些后续其实很难人去把他的后续的那个思路把它贯彻出来的。嗯，相反呢，比如说我们走一些看新的好理解的也招嘛，这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主动嘛。嗯，这个局部我觉得就是这样，他被迫出手嘛。出手完这两个被剿灭了，剿灭就从这里飞出。大家看，其实这条边本来就不是黑棋的主围的方向。对，对吧？这时候黑棋，我就感觉飞就好了。哦，走这头。嗯，你反正这里不毛之地不用管了。嗯，这个地方有点味道，但是暂时应该问题不大。顶的话把黑的长。黑的肯定是暂时不会死的。嗯，先把这个点，因为这个就是黑白棋梦寐以求的一个三连击嘛。三连击啊。啊，他大飞打了力马上就贴嘛。我们把最后这下给他掐断，而且本身方向来说黑棋是满意的嘛。嗯。对吧，然后这边以后再说了，两个字反正也不要的。反正如果飞到这里，我觉得白棋的布局应该是失败的。对吧，下步棋也不用动脑子就挡嘛。嗯，打就围控嘛。嗯，你打进来再说嘛，打进来，因为你打这个，我们举个例子，你先顶，你不能打，你打我可以先挡你的。嗯，你顶我就给你活了嘛，你这边也是重伤。嗯，对吧？又不是说这两个字一定要吃你的，你本身刺血包走，飞肯定是大的，因为被贴起来之后，白棋、黑棋的话，上面要去清消白棋，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而且本身这步棋现在也算是双方模样的。一个俗称的天王山嘛，嗯，消长的绝对的要点。嗯，反正我觉得下这步应该是比较稳的。嗯，别的话不知道，就是实战下的别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嗯，实战黑棋是选择走这头，但红鱼下棋比较硬。嗯，红鱼下棋比较喜欢下的比狠。啊、哦，其实他这两步棋特别黑。哦，怎么说呢？
你看看你这四个，嗯，以后要吃你，然后我还同时扩张。他首先他有一个绝好点，他压住你这里有一个大模样，嗯。其次的话，他把偷偷的把归路把这四个子的归路截断了，嗯。以后对这四个他一定有想法，嗯。因为这想法都写在脸上了。对，因为周鸿祎我还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位棋手，嗯。我下女子五甲的时候，我是近距离，看过他很多棋的，嗯。小周的棋最大的特点就是狠啊，让我觉得他走钢丝的地方他觉得正常现象。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棋收束已经赢了，然后红衣说觉得这个棋你不补棋对吧，嗯，你龙就是要屠你的，嗯，屠龙虽然说几十步之后看了那个棋全走钢丝，走错一步就输了，嗯，但红衣说我不会算错呀，凭啥你敢凭啥你敢不补？就是他底气，就是他的计算力。对，非常的、嗯、非常的硬啊，非常的过硬。就这项技术指标非常非常的硬啊。嗯、对，那你们别在他面前在这啊。对，所以说我说他这两步棋你就明白，这步棋太平淡了，是、嗯、太简单了，嗯，对吧？你围我根本就不虚，你围就战斗嘛。再加上你如果把上面全围上了，那对不起，下面我肯定屠你龙。嗯，就他下棋很特别的凶狠，对，他不需要什么侥幸心理，是不是？你跟他下，你当他吃你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很难不跟他战斗。嗯，但是呢，就是有利有弊嘛。他又由于是一个这种攻杀型的棋手，但他也有一些就是技术上的小瑕疵嘛，比如说一些全局的、嗯、掌控，包括一些刚才我个人认为、嗯、其实没有必要嘛，你把这个要点站住，白的也不会下面动手，嗯，对吧？以后再攻击，就有时候他节奏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就是生硬，嗯，当这个比较是比如说他跟那个于志颖比、嗯、或者说跟崔金比，风格上有一些不同，嗯，他就会显得稍微有一点不够稳定，嗯，就是他经常有时候会输给一些比他弱的一些女棋手，哦，比如说像小鱼和崔金，那很少输棋，嗯，都是输的是同级别的棋手，对吧、嗯、比他弱的那基本上对吧，魏晶应该也懂，就基本上上去就没了，特别是像于志颖这样的啊、他都不会跟你上火的对吧，就正常跟你下一下啊、然后你就我感觉很难了。王老师好像在暗示我。没有暗示你。我记得有一年美甲就是感觉跟小鱼下了，而且是双循环，就是下了然后输了，下了然后输了。对吧，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说我们都是那个小鱼升段路上的，当时就是两段以内都算分嘛。对、啊。就是我小鱼升段路上的。不是我看着你，因为我相信就是特别是你那个一定是经历过这个。对吧，因为我是性别原因，我只能吹牛，我没法跟小鱼正面交手。很难跟他交上手，嗯，但是呢，就是，我相信魏晶肯定有切身的感受，对，肯定是就是升他升段路上的，所以刚才盯着他看了两眼，眨眨眼啊，是不是这个感觉啊？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跟周鸿祎下不会，嗯，你只会感觉很憋屈，就是他都是硬杀你的，哦。但是呢说实话，但你内心中你其实某种意义上你是希望跟周鸿祎下的，就做一个比他弱的棋手。哦、因为他杀到凶，他也有可能会误算嘛，也有可能会用力过猛、嗯。就作战的时候其实机会是蛮多的。总有机会，万一你今天算错了、嗯、或者我发了一个手棋你就被我反杀了嘛。对对。对吧，你跟那种稳健的你怎么下嘛那个棋啊。对吧，你感觉就。棋盘变大了。对吧，就所以说这步棋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虽然说攻势很盛、嗯、对未来对这块棋有想法，其实还是先占这个点算了。嗯。对吧，你下这步棋你让人家怎么办呢，人家不可能再去补这个地方嘛。嗯。那人家只能先贴起来。那贴起来之后、嗯、我们肉眼可见的是上方白棋就膨胀了。是。白棋上方也出现了一些。一个巨大的模样啊。嗯。然后这时候黑棋的视角里就很难了，棋友们。你不搬他跳过来这里还要反打你，你搬的话这个规模一定是就被压制了，我觉得这个尖冲是没有必要，嗯，对吧，那个非常的简单，是这里面堂堂正正，这里面还有一些味道啊，黑棋这个下面其实这里肯定不干安不是你的空，不干净的，我们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展示，他顶、嗯、你只能长，对吧，他爬一下，爬一下之后我就撕破脸皮、啊、说白了我不要，有点不要脸了对吧，你不要跟我聊那些啊、嗯嗯、对吧，我把我的脸搬、嗯、对吧，
对，一个人撕破脸皮的时候其实很猛的、啊、是，对吧，你这时候你打吃我就硬虎，这里面至少是个打劫了，至少有个赖皮劫，反正虽然不是特别厉害这个赖皮劫，但是呢你说你进全是实控是不是的，嗯，这里要双吃你粘往我这里立至少是个打劫杀，是，对吧，你打吃就不说了，我一拍就肯定吃不着了，嗯，对吧，其实我们谁都会了，这打劫杀嘛，所以说这种棋本身这里有隐患的情况下你压力就会很大嘛，嗯，对吧，而且人家一定会找个时机去顶你的，虽然我不知道黑白的什么时候去顶、嗯、你因为你力压力也很大呀，就万一拐出去中间稍微多个子你直接就炸了，是的是的，嗯，但这个就是朱红鱼的棋、嗯、绷住，他喜欢走钢丝，嗯，他下棋特别喜欢在钢丝上跳舞，对，他喜欢这个激烈，嗯，不激烈他就不舒服，然后白棋尖黑棋飞，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选择在这个时机啊先把这几下走掉，就是说像刚才猫老师摆的图这地方就保留了一个打劫，保留了一个半连扳、嗯、你也没时间去那个啥了，嗯，白棋应该说还是比较机敏吧，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走以后黑棋可能会变成，对，这里我们也看得出啊，邱玉然为什么能进、嗯、之前能进新人王赛的四强、啊、嗯，这位初段还是棋风非常的敏锐和犀利的，嗯，犀利啊，不是犀利、嗯、犀利啊，所以说下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嗯，而且这个格局呢就是双方我觉得有失控的危险，就是擦枪走火啊，那不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事吗，啊，最好是这个我不知道啊，我已经就赶紧站起来嘛，啊，这个棋说实话马上赢怀味会很浓，嗯，因为白黑棋的视角这里牵个跳，大家仔细看，嗯，这边他们还有个搬连搬，嗯，说白了整个这个边都不稳定，中间其实是没吃着的，对吧，一挺一尖什么的，黑棋得补，就是至少是欠一手棋的，从价值上，然后他把这块棋活了之后呢，这里是漏的，这个地方是漏着的，嗯，中间围不大的，嗯，也就整个这个中央和下半部黑棋的余味非常的恶，就导致呢就是头绪不知道下哪了，嗯，上半部非常清晰，嗯，白的那个大胖子已经胖起来了，嗯，对吧，之前的三个套餐已经全部都完美的那个达成目标了，对，如果你不去管他，他也不用动脑子，他把这个门一关，嗯，这个局部至少是50加啊，嗯，对吧，50目以上的实控，对，就是就围城了，对吧，别的地方就不聊了，白棋再说吧，嗯，就这时候黑棋面临一个抉择，要不就是持续的攻击下方为中央，要不就是得破上方，就是看黑棋怎么选择啊，嗯，就破上方的话，如果是决定破上方的话，又会有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下在哪里，我觉得。嗯。他实战是选择了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下法。也是最激烈的。嗯。就是这个地方说实话如果是从做活的角度。嗯。感觉下这里会比较稳一点啊。哦，就是掉一个。掉这儿吗？对，你得手脚嘛。嗯、我能够看得见的，我横着跳一定是活的。嗯。而且你一定连不上。嗯。但这样白棋的就是基本控啊，对，我当然我能不能更黑一点这个不确定 啊就说我是说最稳的，是因为我掉你基本上得守这个角，然后我横着一跳，嗯，这个棋呢就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你从这条路出来我从这边逃就完了嘛，对吧，非常的大家会看到非常的稳定、啊、对，这块控呢就算是打掉了，嗯，因为这个这么大的缺口是不可能一手棋堵得上的嘛，嗯，你飞我就下搭你尖我就飞啊，对吧，但是呢这步棋肯定不是周红鱼下的。红鱼不是这种棋。要直接从这个下面开始。对，因为在女子围甲的赛场，他有一年代表就是我的就是执教的那个队伍。嗯。所以我近距离跟他相处了一年。嗯。所以对他的棋非常的了解。嗯。他的棋有时候看，虽然他赢的挺多的，但是说实话你作为一个教练、嗯、我说你看他下棋真的那个心脏有点受不了。嗯。心理素质要过关、哦、就他太狠了。嗯。他不管谁下全是就是毫厘之间，对，经常有可能翻、嗯、就是你就感觉他都快翻车了。嗯。他又靠他的力量计算又。嗯。绝处反杀对手，嗯，但是这个过程你作为一个教练你从头到尾看的时候你
就是又惊喜又惊吓。啊、对你绝对是被惊吓。惊吓后面不知道是不是惊喜。但有时候也没惊喜就被杀了嘛，惊喜就被杀了嘛。那不是盘盘都赢的嘛，嗯，也是会输输赢赢的，嗯，也有被别人屠得很惨的时候，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下法，嗯，所以我知道他的字典里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棋，这种就属于，本手，嗯，对，或者说中庸之道，嗯，对，就是其实周鸿祎和王庆浩这两个新秀棋风就是截然不同啊，嗯，如果王庆浩来下，我们上一盘棋大家看到的就是控制啊，嗯，极致的控制，对吧？嗯，就是轻描淡写的就把你带走了，嗯，甚至感觉他没有使劲儿，然后都是你不好，对吧？都是你自己过分，都是自己的锅，对吧？嗯，都是你，我都一而再再而三了，你还不补，对吧？嗯，我才来攻你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嗯，对吧？那你看周鸿祎这盘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对吧？你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反正我要攻你。嗯，他这个靠其实人家一定会外扳的嘛，嗯，不可能扳脚现在。对，那外扳之后，他如果走定式的话，他首先第一个这定式能走吗？白棋这边有子对吧？有这么多子，嗯。第二个，就算走完之后，那是不是又是要弃子了呀？嗯。北京有没有可能就他又全被杀了，然后外面那么包了一排之后杀这边？哦，有可能，那岂不是很刺激？因为感觉这里有这么多子的情况下，这个定式应该别人不会很老老实实按正常的定式下了。嗯，咱们现在给大家摆的为什么就是没有过多的解说，因为这是一个其实已经我觉得爱好者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对，其实它定式是原型是这样的。对，然后搬完连搬。看看原型，嗯，先打一下。或者打一下。啊，打一下会比较轻简单一点，然后连搬。嗯。然后在真子有利的情况下呢，白的。打。白打就会被黑的争掉，所以白的也有可能会不打。嗯。因为真子不利嘛，真子不，嗯，如果这个争不掉，黑的是不能下的啊，请注意，嗯，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在这个真子有利的前提下，你才能这么下，嗯，你别着这争完被别人跑了，嗯，对吧？那到时候别来怪我们啊，嗯，我们不背锅啊，对吧？就一定是要真子有利，那真子有利情况下，白的有时候会单接，单接完之后再把这个拐了，嗯，然后就告一段落了，嗯。那普通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这个局部是黑棋稍便宜，黑棋的话起到了先手定型，然后压制白棋的，嗯。作用，嗯，而且一般的场景下呢，这里不会这么大，嗯，不会有子的情况下呢，如果比如说是一个空的星位，那黑的只要小飞手一个角就好了，嗯，这个外势也没有那么可怕，对吧？那左边的话呢，嗯，先手封锁，黑棋是能够接受和满意的，嗯，都是 OK 的，亲友们啊，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嗯，但是现在白的不可能，我就轻易让你走到左边的，他毕竟这里多了一二三四，至少五六七个子了。我们来看看实战吧。嗯，这就有点拱火，你知道吧？就是小周的棋下的真的拱火，啊，人家不可能这么走的。嗯，实战白棋选择的尖，他平时尖不行吗？平时尖，我们来看一看，你长，嗯，尖你只能长嘛，然后他爬，嗯，对吧？嗯，平时的话，你把这个接住，然后一通卷之后，你拆个三什么的，那这个战斗对白棋是不利的嘛？嗯，那现在你往这拆，不是感觉送了吗？嗯，你能活吗？对吧？人家那就已经提前有六七个子了，所以说黑的白的肯定是要下更凶狠的下法的。嗯，但这也是可能周鸿祎希望的，就希望你变招，然后跟你一决胜败啊。嗯，白棋尖，黑棋长完了之后，当然这个下法对不对不知道啊，亲们。白棋扳非常舒服的一手，我只能说我下棋不会这么下啊。嗯，对吧？鸿祎这么下，很走钢丝，绷得很紧。而且局部应该他一定杀不过，哦。然后白棋接住，他顶不了，顶人家可以冲上来，去他搬搬人家就硬冲，硬冲完之后把他长气完了把他断死哈。嗯，我觉得他最后的目标在右左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个，嗯，这是有计划的弃子吗，王老师？也还不知道是不是有计划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的解读是这样的，他先杀了他看，嗯，如果你被我杀了就不用说了，嗯，对吧？你就直接跪了。如果我万一战局不利，我也可以大弃子跟你下大规模战斗，嗯，实在不行拐住包住之后，这补一刀把你就吞了，那个回本。如果这块棋你还能活，那不存在的，嗯，能活吗？我就交棋好吧。哦，这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下面被我吞了，你还是输呀。嗯，等于是我有个双保险的。嗯，就两次机会嘛。嗯，这种激烈的战斗啊，对吧？至于这个战斗行不行，说实话，我
我不太相信提前能算得清啊，这个。嗯，你就要把这个也算进去，太难了。他只是一种下法，一种感觉，就是他一个棋手对围棋的一种理解和气势，我觉得还有一点直觉在里面。说的没错啊。说实话，反正我是不敢这么下的啊。我下的话，我刚才不冒险。我一定会就是我们消一消算了嘛，对吧？这消一消这个事情稳住嘛，先稳住啊。反正关键是黑的形势一定这时候是不差的。嗯，虽然我们给大家讲了右边那么多事，但这些事毕竟白的都是很勉强的。嗯，整个右边黑棋总体的目数和规模还是非常可观的嘛。嗯，只要能把上边白棋的模样限制住。实控黑棋肯定是至少是不差的，嗯，然后左下白棋毕竟就还是一块负担嘛，以后多多少少会被黑棋欺负，嗯，对吧？我们聊到这的时候就会下得比较平和一点，嗯，实战这个下法呢，就是直接怼脸，怼到脸上，好像这里看不到什么变招啊，嗯，他实战是断，先试两下硬手，这两下肯定是先手，但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啊。这里不可能吃的嘛，对吧？长人家肯定要硬的，这两个也不可能死。他实际的，现在你敢退吗？你退我贴出来。退不敢，这被贴出来。感觉这里封不住白棋吧？应该没事，白棋想活的话是。你最多是你有可能活。对。我们说白棋的生死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至少这样一加就看起来就活了。嗯。但是他贴到这你就不行了，球们。嗯，一扳头这个饼就没了，扳完往下一推，很简单就被毙死了。所以说。黑的不能轻易退的，那不能轻易退，如果你拐他吃回去，那肯定是杀不过的。嗯，这个棋就没法杀了。嗯，就是不知道下面有没有一些余位黑棋有可能能做活。白棋是打在这儿，那打一下更狠啊。嗯，黑棋的黑的是不是该打掉呀？怎么说？打掉？真的，你仔细看一遍、啊。哦，这样。哦，那这样我这至少我这还能打到、啊、你要打我先就这样拍一下。哎，这样我倒觉得黑的还可以、啊，好像比刚才好多了。这以后是不是还留下了一些？我感觉不一定进死吧，下面。嗯，至少有刷气收气吧。对对对，白的应该只能这样吧。嗯，所以应该可能是个失误吧，应该打里面吧。是的，应该打掉算了。打掉我吃先手，这里就已经先包住了嘛。嗯，虽然说大家看这个防线还是有点。薄弱，但是不管怎么样、嗯、你出不来，对，先直接是出不来了嘛，嗯，对吧，你刚刚被白的打了之后你得再去花一手的，要不然人家直接就搬出来了、嗯、对，这个失误很严重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再去走这，就算下面死了我觉得也没关系，白的黑的把这个顶或者尖回来，对，这块棋很危险，是的是的，他现在这么走被打一下之后有可能你去封中间的时候白的就会先救有人这个左下，哦，这边左下就真的是先手。如果上面没有特别厉害的棋的话，那黑棋就全部落空了。哦，这样子。这个失误好像很大，应该打掉。嗯，打好像没有任何别的吧？好像没有别的。嗯，这样白黑棋可以先手把这个封起来，然后里面还留有余位，先吃了再说。弯也没用啊。首先都不一定能弯，弯你先飞。嗯，那么这个病先手没人把黑的纸白的直接下不好就跪了。是。而且就算贴球弯也没关系。嗯。对吧，我还是能通过这个把你封住。嗯。吃就不用说了，我一个拍吃你只能提，你接被我滚包了。哇，这样我觉得这样说实话黑的整个战术可能还可以、啊。嗯。下面大概率不一定进死。嗯。这黑的还不错，只要下面有一个类似打劫之类的东西，那白的这盘棋就崩了，因为本身球我们看到这个三路尖，说实话这块棋啊让你压先手了，球本身怎么活就搞不清，嗯，就算勉强能活跳在中间，如果上面有个打劫那必死，嗯，就上面如果黑的不是进死的话那白的就跪了这盘棋，嗯，哎，这个确实是感觉应该不死也很惨，很惨，黑棋喜欢的一个局面，不死也是惨不忍睹，这下面、嗯、肯定就是各种的那种苟延残喘、啊、嗯，而且下面这个飞好像看起来也不一定一定进死，这个白棋怎么杀呀、啊、嗯，白的本身自己气就很紧，是，哇，这个失误好大呀，这个好机敏啊，这个邱于然啊，哇，这一吃显示出水平啊，兄弟，这应该是小周没
可能下的太快了，可能我觉得这一步下去这个浑身都热了，一下就对，对您说的对，就职业棋手直接就冒汗了，或者双耳通红，计划全部打乱，对吧，耳赤了，对对对，本来那个吹的小调啊，哼的小调，我吃了零食，喝了饮料啊，觉得形势一片大好。那边一吃的时候，突然发现全不对了。对，因为他这里他不能让人家出来。嗯，这个防线被突破，说实话，下面首先死活不知道，整个中间就炸了，没了。嗯，这里还有长的嘛？是的，这我感觉危险，怎么感觉一步就危险了？这个首先这里得接吧，不能让拔吧？是的，然后白棋，那你得回啊，贴或者尖。他回了一个。那回白棋百分之百走这边了，是机不可失啊，百分之百先活这块，那边闭着眼睛再说了。嗯，就算你有点棋他也认了，因为这块步棋实在太大了，刚才这应该快死了。嗯，万一又没什么大棋，那这盘棋要风云突变啊，其实是的。然后黑棋飞，白棋飞，这个叫急转直下。嗯，黑的气是不是不太够啊？这个气直接收肯定不够。嗯，直接收应该不够。嗯，应该有，还是有点味道的。但是黑棋先退，白棋虎，这样这块棋基本上黑棋对白棋不能有什么想法了。这个棋基本上已经活了。嗯，这里然后靠，这里靠他就冲嘛。嗯。自己气太紧了，断他就吃住。打，把黑的自己没有气球，这个白的上面其实还有个眼杀你的可能。哦，哎，那如果我就是想试试，我就冲完了粘上这里面。我虽然没仔细看，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特别差。他就加点爬吧，点吧，点了爬吧，这样看得简单。嗯，应该是差，目测应该气不够啊。对，因为这样你虎上感觉也不够，好像是慢一气，是不是差一气、啊、应该是慢一气、啊、黑棋就差一气，对吧，嗯，黑棋就差一气，那差一气哭了，这个棋嗯，差一气下面已经被白的连招了，那你走这个我有没有可能尖这个呢，尖这个我冲呀，我走个双活行不行，哦，你这个是先手、啊、我猴你赶走赶不走啊，你这个啊呀，你这个先手那我不行，那这个大家就是看一下，其实他肯定嘛，对，他肯定是一个，你只能团这个眼，有眼杀瞎了。我有弯，理论上你弯应该能双活，但是你不一定敢，我这个冲断了，冲断出去了，已经感觉已经爆炸了，对。那你要接，那就没有双活了、嗯，应该是被眼杀了。嗯，就是哎，如果冲断，很危险，很危险。我一路顺下去，因为里面肯定是双活。嗯。不差这一期、啊、白的是不会死的，对对对对对，你猴也就是个双活，里面双活外面这个外，这个气你是永远不敢紧的，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可能里胜外熟了，哎呀，那这个杀气黑气还不行，至少暂时不行，外面有点薄弱、嗯啊、是的，不，这个风画风全变了，棋友们，对，而就这一步棋太，如果输掉的话太痛了，就是这种棋完美的思路，嗯，弃子，大弃子的一个经典的弃子作战或弃子攻杀的一个完美的格局，嗯，里面其实还反而也不一定进死，对，刚才那个气还是好像也没有这样，关键打到这个好像跟气还转了，对对吧，是白棋气还变紧了，嗯，哇，这下没打着简直一口血，如果一口鲜血吐出来、可以那个吐鲜血的话，嗯，对吧，白棋距离就是一口血吐出来了、嗯，然后白黑棋走这个，白棋再走，还是不解决问题啊？还是这个解决根本问题、嗯？现在关键你猴他有可能放你活了，嗯，你猴他就断了，因为这个棋，说实话，你这样委屈活了，你不一定够。你这边因为刚才说过，这边不是冲，嗯，而且这个猴太委屈了，白的全时控依然很多，他先进中间也行，白的黑这边黑的没空，但你不和刚才我们还是冲，嗯，还是刚才的遗留问题，嗯。就是眼不够啊，球是啊，无解了呀，就可能有一个后手活，对，黑棋走这个白棋应该不能吃它了啊，会白的会挤一下，哦，行，再挤便宜两棋，再挤一下，再这样你活、嗯、啊，好，白的会挤一下啊，嗯，那么实战呢，走成这样之后，黑棋把这个吃，我感觉不对了，这个画风
对的，我觉得这个棋这步棋实在太重要了。嗯，刚刚如果被黑的尖到，说实话，这块棋我只说有可能活。嗯，但其实没准已经死了，就是这个左下。嗯，就是可能这盘棋已经白的要崩盘了，对吧？你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嘛，我尖在这里，你怎么活嘛这块？嗯。本来一些的构思是很好的，嗯，而且他已经走完整了，嗯，他只要吃掉这下，好像就已经是很接近胜利了。这个大棋子好像很完美，嗯，可惜，可惜百密一疏啊。对，没想到人家白棋抓紧时机这一打，好机智啊！这位，嗯、这是啊，邱玉然好机智，红鱼应该一口血吐了一下，对，吐了口血啊，对。这时候我告诉大家，就心情就是很想自己扇自己耳光，嗯，情不自禁的，搞不好已经扇了、已经扇了也不一定，在那个棋盘前已经扇了也不一定了、嗯、就是确实很想扇自己，因为这步打吃是应该是计划好的，是他可能以为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那个人就下太快了，嗯，就是他就默认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出昏招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像我们年纪大的其实出昏招，他主要就是他以为那步棋我已经下过了，明白吧？啊啊，就是我的大脑和我的四肢已分离了，就是我以为的那个先手，我在我大脑中我觉得已经先手走过了，其实呢我棋盘上可以走，啊，然后我已经走过之后，我就跳跃到下一步棋，然后中间那步没走，然后不就傻了吗？是是，有时候会有这种错觉的，嗯，特别是在这个读秒的这种过程中，嗯，有时候会干这种事情的，是，今我觉得这个打吃就有可能疑似他可能大脑里已经无数遍的演练打过了，是的是的。结果呢？发现拐完之后发现没打，嗯，就尬在那儿了。对，对吧？这一下损失惨重。嗯，本来好像直接可能就拿下了，至少赢的机会非常大。嗯、我们再看现在就变成个残局了。嗯，我怎么感觉黑的已经进入到一个黑棋要折腾的一个状态了啊？红，黑棋，四啊、哦，黑棋先没点，黑哦，这下黑棋并掉了。这些都是黑棋的，嗯，这里有个飞过的。在靠之前并掉，并这有个飞过，基本上算有个飞过的。哦，然后白棋走，黑棋，嗯，接着四呗，那就要不团这，没有，那粘这，没有，看一下，应该走了哪个先手？哦哦，我摆错了，这长黑白棋跳，黑棋走这，啊、不是袜的。啊，区别很小啊。对，好像也差不多。嗯、因为他只是这几步能下了，他现在肯定不能活，他应该是弃子杀下面这条龙。嗯，然后粘白棋冲，这就是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形状了。最终他还是回到屠龙条路。对，就只能硬送，因为刚才大家看活的不够这个棋。嗯，而且是后手活，他这样就是投的时候他补这个段。嗯。然后就全送了，嗯，白棋应该会先笑大的，先交换两个，他去断了，嗯，他留一个长的先手，对，然后再冲一下，因为反正点杀嘛，对，跟白棋没有关系的，其实是、也有关系，他不能再紧了，但是正好是够的，嗯，上面下面差一气啊，嗯，从这几步棋确实也看出白棋很细腻的一位选手，所以他这位邱玉然。这个初段他进了新人王的四强嘛、嗯、也是一个算是新秀的比赛啊。是的。这个比赛对吧，依然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跟朱红云下的可以说是难解难分啊。嗯。跟上一盘的那位小朋友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上盘的小朋友虽然说对吧、嗯、说了些那些个鼓舞士气的话，但是。豪言壮。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其实是一盘完败啊。嗯。从头到尾被王兴浩那个教育啊，嗯，这盘棋说实话，总体来说双方一直是在一个你来我往的状态中，五五开，特别是被贴起来之后，总体来说局势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嗯，虽然看起来黑的更主动一些，但是毕竟没有，就算说实话我们说的这个打到，其实下面依然还有一战嘛，嗯，对吧？只是感觉黑的更主动一些。现在的话，那就只能杀了呀，那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呀？对，点进来，没有路了，因为活了白、嗯、黑的就交枪了，对。
对吧？上面全死嘛，而且只能杀这个吧，就没有选了，只能选，对，就反正就死活了就交嘛，嗯，杀了就赢了。白棋尖死，可以吉利了一下。从这步力也可以看出，这个时候肯定是读秒了啊。啊，力就是打将嘛，嗯，然后尖住，但感觉很勉强。这个地方刚才毛老师说有飞，他飞有，他有可能有半个眼，你搭我挡。对吧，嗯，这边有，这边是活的嘛，我也不在乎卖血了，我立双立有半个眼。嗯。但现在呢我中间有点不安全。啊，哦。所以说我可能先不会卖这个肉，我先搬这个，把这边先，我肯定是先搬这个。嗯。我是先占你点便宜，然后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再去走这条路。嗯。好像这块棋杀不掉，这边包括这个推吃你怎么办，推吃你也很难办。你真粘吗，嗯，这些长。我感觉黑的都有被在硬杀有被反杀的危险。嗯。这棋好像感觉要贵了，黑棋了，嗯。实战白棋先长，问你杀不杀。结果黑棋把这个护住。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中间首先这个地方一长这就死了。这个被长了，我怎么感觉杀掉可能都不一定行啊。这个长也太恐怖，太大了，太恐怖了，这个长，这气全部用收，然后这我先数数上面啊，嗯，上面黑白的已经来到80目了，嗯，长完之后白的已经90目，我感觉红鱼要输了这些，嗯，这边全吃早也感觉60目，就不关键这块棋最后肯定是活了，嗯，这个地方的劫财那不是有点多免费的吗，嗯，对吧，就是我随便扔一个十个劫财起吧，嗯，而且长完之后白棋没有劫财了。是的，实战白棋是这边先交换了两个，他随意了，他把这长我感觉已经输了，已经要输了这个棋。我这盘棋如果输了，这就是这个拐啊，太痛了，大掉白，嗯，这个一个相当于昏招而且，嗯，黑棋顶一下是先手，这感觉也要贵了呀，这个形状这边一冲怎么办？然后黑棋这得补吧，黑棋补了一个这个，补这个中间首先。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啊，所以他就拐吃呢，嗯，我有个疑问，你能真吃掉我吗？对，他就是拐吃的，他先搬了一下，搬应该是打将，打将，嗯，然后拐吃，因为拐吃给青龙看看很简单，你断我归路对吧，嗯，我这里可以硬塞的嘛，嗯，不行，我硬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塞一下，你是有眼，对啊，我就提不就两个眼了，所以说白棋走这儿的时候黑棋还是得走，把这个那走我搬不是怎么吃啊？嗯，那我搬着你怎么吃啊？你这都断着吃。小周说我断着吃。白棋点啊，这几下白棋真的很舒服，然后这还可以搬一下。这个以后白棋可以吃进去啊，嗯，马上吃。黑白的黑的已经，白棋是不是失误了？嗯。不是白的，刚才啊，我们稍微往回一点啊。嗯。他先把这下连腿了嘛。嗯。再粘。再拐嘛，你怎么办？这样你破不掉我这个眼，你还能杀我吗？我觉得就不是官子便宜的事儿。我从这儿出来了是吧？这贴出去会死吗？我。嗯。我觉得很有希望活，反正，但是他肯定算不清嘛，就是这个也能理解，就是他。嗯，他因为现在肯定是白黑的优势，白哦白说错，白的优势，白的把最后把这个话活了应该也够的。嗯，白的全盘有90目，请问整个左下死完，我刚刚才数一下是60多，现在就断多死一点，哦，也估计70多。嗯，那白棋不怕呀，白棋这边这块一定活了，净活了肯定。你哪还敢吃我中间这么饿的味道啊，嗯？嗯，就是你谁来也不行了，就那块棋是一定活了，100%活了。嗯，就是他如果能数清目这样的话，也挺简明的。嗯，跳打吃，但是说实话这个数目好困难啊，没事我们就看看他们实战吧，这个冲挡看看他这儿怎么活的，哦，他是虎一个黑棋不走的话 这个就出棋了，这断了，打完断先手，不他这边走回到太饿了，嗯，所以黑棋补，然后白棋立，白棋也活了，是活的，这块怎么都活的，嗯，他这个是保底的下法，这是我觉得是白的已经是最温柔的下法了，其中，嗯，就是白棋把这个活了，白的是最应该说最保险最温柔的下法了，嗯，现在开始收官了，
感觉不够了，黑的。黑的不够了。我的直觉告诉我黑的不够了。大吃。虽然我没有仔细数。因为白的敢这么下应该是他觉得够了。就如果白的输就搞笑了。嗯，这个挡。因为是他收兵的嘛。嗯。他主动收兵的走了一个最稳妥的下法。是。对吧，如果是把黑的够，那白的不是之前一定有这个拼命的下法。嗯。我给大家数数目，我已经帮我摆几步啊。没事，我把这个定型先手我都给他摆。对，我在这里给大家数数目。哦，数目也好数一点。但是你先等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你得摆。没事，你摆你的，你摆你的。因为它会有一些目数上的变化。啊，没关系，你先摆。嗯，我先把基本空数一下，白棋把白棋这个吃了，因为空太多了。嗯，白棋把这个我临时数不过来了。这块80多一点，那这块10目90 95，如果中间的稳一点，黑的大概100目，白棋呢100或者多一点，白的那个巨空17好像，这就是先手，然后白棋站在这儿，白的这块大概83 4，然后这有5目89，这个白棋白的接近100，黑的好像有100。黑棋怕白棋加这个，所以先把这个顶完了再冲回。不会是细棋吧，我们俩下成个细棋吧。哦，顶完了还能搬一下。嗯，搬能搬，能搬，能搬。那黑棋是不是不应该虎这个呀，猫老师？黑棋为什么，哦，白的吧，这里面还有，对，白的。白的棋他也没围多少，这个可以拐，这个可以加，其实也没围几目。嗯，好吧。就加能加进来，这个提先手嘛。对对对对对。还可以加进来，其实也还好。嗯，只能打到。可能黑棋白的小胜啊，感觉。很惊险啊，请问。我们看一看。白的好像不到100目。这应该能加一下。嗯。几万之后。白黑的九虎。嗯。诶，白棋在立。哦，他这里有欠账，这个打吃完有一铺。哦。就这没吃着。对。那不一定了，他又得补一个，补一个那别的地方会被黑的刮。嗯。然后。这个应该打掉了吧。对，打掉了。嗯，打掉了。非常应该挺细的，我粗粗数一下，黑的过100了。白的100肯定不到。嗯。90多。一起打这个。白棋粘。黑的白的就是大概97、8的样子 ,96、7的样子，黑的100多 ,100 多多少我没数清。抱歉请问。嗯。没事，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定型也定的差不多，这盘棋官子其实比较少。嗯，我们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判断的意义了。嗯，我们要不就直接看他们实战的这个进程。对，因为这时候再给大家点目，还不如我们摆完直接告诉大家谁赢就完了。嗯。因为都是两目的官子了。嗯。顶对吧。嗯。数目也没有意义了，黑棋把那个吃白的肯定是手软了，这个地方，嗯，就是最后这一下，就是肯定是，啊，这个还没吃，嗯，肯定是白的手软了，嗯，白的应该有更狠的下法，嗯，那他没下，吃掉吧，啊，这下还没打，他先提了这个，然后黑棋打。把它接，但这个是一目半吧？是，哎，这个劫肯定是撑不住的。七，然后白棋再把这个当劫才打，嗯嗯。他这个是职业的下法，对。其实这个劫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你本身也不大，嗯。这个也打了，对，这个劫。因为他得走一目也一样的。嗯。然后提过来，然后黑棋断一下。而且现在劫才应该白棋黑棋有点不利了。嗯。白棋冲，黑棋走，白棋提，黑棋点呗，那种。嗯。哦，黑棋扑，扑。嗯，扑也是接。嗯，然后再提。然后黑棋得把这个摁回去，没有，黑棋没走，黑棋平很凶，黑棋要把这个白棋摁回去。哇。然后白棋提。那黑的。点啊。嗯。应该能摁回去，这个白的不敢造次。然后提，那如果摁回去，这个劫黑棋还是有拼。那白棋当时就别打这个了。没有，这个也会估计也被摁回去了，哦。那不打好一点。嗯。然后打，
先手银幕粘，哎，您如果白的小败的话就冤了。先手银幕，这盘棋该白的赢，我觉得如果是小胜的话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嗯，这边是一人一个劫，让他铺了。他团这边没有，不存在木啊，不存在，不存在，不好意思，这样。那打单面劫哦，这劫、就是啊、没有单面劫的，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嗯，接下去就是只是单关了。对，然后就可以公布结果了。对，我看一下最后谁收后啊？嗯，黑棋收，白棋收，白棋最后粘的这个劫就是等于白棋收后。这盘棋是盘面八目。盘面七目、啊、不，盘面七目，盘面七目，对，盘面七目，白棋收后，就是白棋其实是赢了四分之一子，最微弱的优势，对，守到了最后半目险胜，四分之一子险胜，对，白棋如果输掉的话也要吐口血啊，因为后面其实下得很缓，就保了个底等于是，这中间应该有肯定有更好的下法，但是前面的话，小周一个很宏大完美的。攻杀毁于一个随手，对，这下没有打到，确实是有点一招不胜，满盘皆输。对对对，本来应该是一盘完美的攻击谱，嗯，这种遗憾的赋予了这个邱玉然啊，是的，我们也再次恭喜这位小朋友，年轻的小将啊，再次战胜了一位算是一个超级棋手，新秀里面的啊，挺进前十六啊，没错。好的，那么咱们今天欣赏了两盘这么精彩的对局哈，今天讲解就到此为止了。嗯，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嗯，再见。